我会发噩梦。25号是我们第4周年的生日，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叫做未完待续消缓点。那为了这个主题呢，我们就准备了一个 prank 活动，那到底是惊还是喜呢？你就自己看看哦。Bigga。Pikachu, Pi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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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ka, Pikachu, Pika Pika, Pika Pika Pika。爸爸爸爸爸娜娜。这样弄。我没有被吓到哦，我只是演给你们看，拜拜。